LG 玩魔术，先影相后对付。今时今日是新手机，其实同是新相机冇乜分别嘅啫，可能第一时间都系拎起嚟先影相噶啦。尤其最新嘅 LG G Pro 2，佢嘅先拍摄后对焦嘅魔术对焦功能啊，只要将呢个对焦调校掣越向上推，就越见到前蒙后清嘅景深效果啦。相反，越向落推咧，就越系前清后蒙咯。佢仲有 All in Focus 功能，可以令成张相 sharp 晒，再冇 blur 位噶啦。哇海二笔有成几十本，真系有排玩噃！唔止噶，佢仲 support 4K 超高清拍片，又提供每秒120格慢动作影片摄录。只系重175 gram， 可以制作咁高质素影片，都算唔错咯噃。保安方面呢，只系需要用手指轻轻笃一下黑芒，就可以解到预设密码啦。G Pro 2仲将个芒分成四份，只系需要轻轻笃下唔同位置，就组合出2至8位密码嚟设定密码锁啦。哇，组合可以多成86367个啊！不过科技系胜于实际用途，贪新鲜嘅可以一试嘅。嗱，今次 G Pro 2咧都有韩机集港噃，水货韩版内置咗32G 记忆体，比港货只系有16G 容量更大啦，仲有埋银色拣，价钱又平成1000银，一比较之下，港货就舒适咗啲啦。